庆赞中元节的到来，新庄福基里办公处日前在头前街举办了普渡法会的仪式。然而呢，里长还很贴心，特地准备了贡品代购的服务，不仅让里民方便来普渡之外，同时也达到了祭祀鬼神的目的。农历七月鬼门开，新庄福基里为了祭拜好兄弟，特别选在新旧社区交界的头前街举办普渡。里内办普渡的意义是在于说，宣导现在政府在推倡的节能减碳，还有因为我们工业区，我们化成路福基里呢一直都是工业区，那近年来有新的社区大楼啊，我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呢，也让住户呢借个互相认识，连结，达到另外一种守望相助的功能，谢谢。在福基里办公处的用心安排下，普渡意义更为多元，而且为了让里民方便普渡，里长还特别提供了贡品代购的服务。我们这两年办理普渡，为了让民众方便，所以我们有代购，我们的里办公处有代购一些学习坊间的那些庙宇，有做一个代购，代购一些贡品，然后民众就比较轻松，他不用再去准备一大堆东西，好，那他就可以很简单的来达到那种对神明各对阴间好兄弟的一个敬意。福基里里办的贴心安排，让里民普渡也可以很轻松，又可以达到祭祀鬼神的目的。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道。